My name is Li Zhichen. I live in New Taipei City, Taiwan. I like to draw, read, and eat pasta. I'm ver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competition. I hope there's a good result in the end of the competition. 我是来自台湾的选手，我叫吴宗翰，我目前就读中部国小六年级。我最喜欢打桌球，我最喜欢的食物是牛排。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Wilson Tsai. I study in Shoufeng Elementary School. I'm 5th grade. I am very happy to join this competition. Thank you everyone. 台湾桃园的选手王永翰，目前就读北门国小三年级。我最喜欢打篮球，我最喜欢吃的是咸酥鸡。Hello, my name is Ray Ritai. I'm a student studying in Yanping Junior High School. I'm honored to b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petition and hope to get a good grade. 我是台湾的选手，我叫吴英雄，目前就读中埔国小三年级。我最喜欢吃章鱼烧，我也喜欢跳舞和骑独轮车，还有游泳。是来自台湾桃园的选手王浩庭，我目前就读五年级，我最喜欢吃肉类。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选手，我的名字是余冠龙，我今年七岁，我学习的心算是一年，我的兴趣是骑脚踏车，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台湾的垦丁王大车，欢迎大家来台湾玩。好，我是台湾选手林之贤，我今年六岁。我学心算两年的，我最喜欢游泳，欢迎大家来台湾玩。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选手，我的名字是周尚恩，今年七岁，我学珠心算两年半，我的兴趣是踢足球，我最喜欢去的台湾景点是垦丁玩水，欢迎大家来台湾玩。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选手，我的名字是林君燕，今年九岁，我学习心算三年了，我的兴趣是骑脚踏车，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台湾的三峡老街，欢迎大家来台湾玩。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选手，我的名字是张佑刚，我今年十一岁，我学习就心算五年，我的兴趣是下围棋，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阳明山国家公园，欢迎大家来台湾玩。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选手，我的名字是陈凯如，今年十岁，我学习心算四年，我的兴趣是游泳，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台湾的绿岛，欢迎大家来台湾玩。大家好，我是台湾选手，我的名字是林振阳，今年八岁，我学习心算两年，我的兴趣是打篮球，我喜欢去的地方是台湾的基隆，欢迎大家来台湾玩。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选手，我的名字是张乃伦，今年九岁，我学习心算三年了，我的兴趣是吹陶笛，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台南的安平古堡，希望大家可以到台湾玩。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选手，我的名字是杨成功，今年十岁，我学习心算七年，我的兴趣是跑步，我最喜欢台湾的三峡老街，欢迎大家来台湾玩。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选手，我的名字是陈志成，今年十一岁，我学习心算已经七年了，我的兴趣是游泳，我最喜欢去的台湾景点是淡水老街，欢迎大家来台湾玩。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选手，我的名字是刘秀豪，今年九岁，我学习心算四年，我的兴趣是跑步踢球，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台湾的淡水，欢迎大家来台湾。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选手，我的名字是陈佑廷，今年八岁，我学习心算三年，我的兴趣是打篮球，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舞台，因为可以吃果果，希望大家可以来玩。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选手，我的名字是李李安，今年八岁，我
学习新传三年，我的兴趣是跆拳道，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台湾的101大楼，欢迎大家来台湾玩。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选手，我的名字叫黄雨欣，今年14岁，我学习珠心算已经8年了，我的兴趣是听音乐，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台湾的嘉义阿里山，欢迎大家来台湾玩。大家好，我是黄成林，我今年17岁，我的星座是天蝎座，我的兴趣是烘焙，我最喜欢的卡通人物是蜡笔小新，我最喜欢的食物是臭豆腐和火锅。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选手，我的名字是陈敏瑞，今年8岁，我是学星算4年，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台湾的阳明山，欢迎大家来玩。大家好，我是李廷文，我今年国中二年级，兴趣是转魔术方块，希望在这次的比赛能得到好成绩。大家好，我叫李杰妮，我今年6年级，我喜欢唱歌，所以在学校参加合唱团，第一次参加线上比赛，感觉很新鲜，很怕手指不听使唤，希望有好成绩。Hello, I'm Ding Ding in Group D.I like playing piano.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Yang. My favorite color is blue. My favorite sport is tennis. Basketball.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Lucas. I am in Group B.My favorite hobby is chess. Hello everyone, I am Barbara from Dini. I'm from Taiwan. I like to play computer games in my free time. Thank you.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Bingo. I am in Group C. I like reading. Here are my favorite comic books.I love my mommy, daddy, and sister. I love you, Taiwan. 大家好，我叫做詹元成，我今年已经12岁，我学珠心算已经8年了。我最喜欢的兴趣就是跑步跟睡觉，然后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台湾的六福村。大家好，我叫黄欣怡，我今天十岁，我今年十岁，我的兴趣是。打羽毛球，我喜欢台湾的阳明山，我欢迎大家来台湾玩。大家好，我是马守天，我今年7岁，我喜欢吃香菇。我叫方志奇，读三年级，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是披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的名字是高伟轩，我今年8岁，我对数学有兴趣，所以我想要参加珠心算比赛，希望这次比赛有好的成绩，谢谢。大家好，我是张富竹，今年15岁，我喜欢看推理小说或悬疑推理剧，假日时喜欢在家手做甜点或跟家人到处旅游。我是吴宇杰，我来自台湾。台湾最有名的就是珍珠奶茶，希望外国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台湾试喝看看。对于这次的比赛，我很紧张，但是我一定答应你们的。大家好，我是吴晨宇，我来自台湾，一个很小的国家。这个充满人情味的国家，国外朋友有机会可以来台湾玩。特别这次的比赛，我觉得很新奇，但是我觉得很紧张，在比赛当天会全力以赴。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林少恩，我最喜欢的台湾小吃是小笼包。关于这次的比赛，我很紧张，怕我拿不到好的名次，但是我会全力以赴。嗨，大家好，我是刘淳，这次参加奥林匹克杯，我会全力以赴。我现在人在花莲，好山。好水，好马吉，希望大家也可以来花莲玩，拜拜。Hello， 大家好，我的。
名字是刘奕宏，我来自台湾，我的兴趣是打篮球和骑脚踏车，我最喜欢吃的台湾小吃是臭豆腐，那要去哦。我要